2019年8月1号的晚上，我说的那个车里面那一盒的卫生纸应该像这种状况，有纸，就是说有一张纸，至少一张纸伸出来的状况。我好像出门的时候好像是大约注意到有一张纸伸出来，没有这么多，但是多少也是伸出来的。怎么到了 Shrimp Basket 了以后再回家，我再进来没有看到车，把车停在外面一段时间以后，刚才那个拍的前面那段录像就是说，你看那个纸状况不对，没有伸出来的纸，而且质量少了很多，所以我说是一种侵入我的车里面，要么扔垃圾啊什么的到我车里面，要么动我车里的东西啊，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种犯罪伤害行为，主要是意在对我进行这个头脑和情绪方面的伤害，那属于一种那种 psychological harm or emotional mental harm。